为着照顾着妇女的健康，中国医药大厦北港辐射病院开了将近2000万，打造一台数位预防立命的保健巡回车。这礼拜开始巡回分林关各乡镇，要替医疗主管报告的偏乡地区进行妇女的年检，也够做个体检的筛筛检。45岁到69岁妇人人，只要是扎健保卡，就当免费来检查，过程只要15分钟。婚姻馆第一台临班靓靓的保健巡回专车，就开到乡公所，就马上有真侪妇女朋友在排队。因为平时务农工作真无闲，加上偏远地区离病院阁有一段路，所以真侪人拢无检查过。我都做事都无闲，唔捌去咧检查。以前没有啦，现在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公所服务就近，所以就来检查。根据行政院卫生署的统计，去年度台湾女性大约1500人因为罹癌过身，700多人因为子宫头癌死亡，大部分都是因为发现伤晚。然后，用妇女朋友一定要定期检查。好，它里面的设施有乳癌的筛检，就是乳房 X 光摄影跟子宫颈癌的筛检。那我们中国医药学院呢，特别斥资了将近2000万，打造这一台妇女保健专车。它主要可以到我们各个社区、下乡到偏远地区，为所有的妇女来服务。因为偏远地区的医疗资源不足，病院特别打造这台妇女保健的巡回专车。只要年纪在45岁到69岁之间的妇女，拢早健保卡免费检查，过程只要15分钟，上主要目的就是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。记者王伟雄，国联报道。